在这里面真的是超级热的感觉，还有，而且这里上面连个风扇都没有。赶紧上不完，关了。先上，先上，完了，你们先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，刚刚下班，然后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家里带过来的，放在冷藏柜里面一直没有做来吃。